好，安安。好了，然后就继续玩这个东西。我在想，要不要再之后要不要再继续玩那个史莱姆？等一下，这个有点太大声，会太大声吗？这个在想要不要继续玩史莱姆直播啦？在想要不要继续直播它？可是我在想要不要就是弄别比较另类的方式去做。所以之后有可能会把它做成剪辑成那种实况之类的那种精华的东西吧。那比较有趣，一方面是实况感觉好像看人超直播，好像看人超低，真死好了。那废话就先不说了。Let's go， 走了。不过有些东西是适合剪事后精华的，像香腿这个话适合是把它一系列把它做成混合式精华的，然后死亡复苏不适合是因为我已经弄过死亡复苏，不我不想用是因为我因为三代已经玩过了，那三代已经有剪辑过了，那之后就玩一代跟二代，三代还目前是还没有打算。等一下，有人回话。好了，哦，继续去看。完全想不起要干嘛。Desert Tower。哦，要跑回去美人鱼岛了！天哪，这之前我觉得我还是先，我还是先去沙漠那一趟好了。去沙漠那一趟会比较好吧。Lightning Shot， 对。然后当兵不知道为什么景物的描绘能力变强了。等下，这边基本上都拿到了，大致上的都拿到了。啊，老头你好。超快！不，每天都在看什么东西？啊，糟糕，这个地方。哦，第八节课是那个是正常的。一开始都会那样子。这样。啊，这边缺那个啊、哦！天哪，啊嘞，不是，
目前这只没有能力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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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h， 这只没能力就没办法去攻，没办法就是去到另外一边去，麻烦。嘟嘟嘟嘟嘟。Gosh。那啊，这里，Yes， 错了，哎，哇，这里是什么？啊 ！No！ 啊，好吧，专业被攻击，哈，搞屁啊这！No！ 啊！要先过去右边。是什么？美人鱼的能力吗？不是。哦。Gosh！ 不是美人鱼的能力哦。哦，这样不对啊！很好，我这边不是我主要想要用的东西啊。不行，哇，爽欸，很他喵，这个东西用过了，没事，哎呀，哦，这个是蜘蛛的能力啊。安，快 ！No！ 啊，大象！啊屁耶，那个没有东西啊，挺的不错啊。那间其实就五专就有吃过了，其实那间是真的不错，还蛮好吃。
那间是真的好吃，就是也没有，更多是一种那个吧，真的是还少数还留在那边的。是不是应该是有会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对啊，也算是啊。啊，这能够回味的时间也不多了。啊。哦哦哦哦，这个 ，Gosh， 按错。不行，靠，这个真的是太好笑。这个是画廊钥匙啊。按错，嘟嘟，哎，这不是有钱呢、啊？Gosh！ 啊！哦，没有，这个已经拿过了，没有差。Transform！ 这里。我想我下来了，就看不是我下来，是其他东西下来。啊！哦。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会，不容易有记忆耶。我对这个东西的记忆力一直都不高耶，那个。这是什么？老鼠的牙齿？啊？哈哈，这是什么？这可以干嘛？等一下，这是想看什么？只是说我在变老鼠的时候也是有攻击力的吗？我一瞬间感到相当大的困惑。啊，这个，这边印象很不好呢。
这些东西应该都拿过了吧？我要回去。照理讲，那个应该是会直接。What？ 哦，他是到每一关的。结果，天哪！什么情况？唉，哇，好吧，又来一次，我天哪！哎 ，Gosh！不要这样子！哇，为什么他是给这种肉啊？啊，糟糕！现在要重来哦。沙漠应该是我最不应该来的地方。我再飞过去，好的。Gosh。差点！啊！吓我一跳！为什么你是给那种肉啊？好安。Dash！ 我不应该跳下面那一个。
啊，糟糕！啊，这沙漠的关卡。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会死在这里？不要。啊！对啊，上面是没问题啊，那怎么看会有一堆问题、欸？那发生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他、啊、后面那个超难，超级难。这样的话，再回去美人鱼那边吧。好了，然后之后直接回来这个地方。老鼠，到底老鼠的那个咬是可以干嘛？用在哪里啊？那个，啊、怎么没东西啊？好像这个地方我有来过，可是这个地方我应该还是过不去啊。对啊，这个地方还是有我过不去的地方啊。啊，这地方这么坚持我来，到底是要这？这里到底要叫我来干嘛？哇！
哦。之前没有那些东西的吧？等一下，等一下，他该不会是用这个去连接他们的吧？啊，真的哎！哎，这。不对，不是这里，绝对不是这里。这个一开始还真的不会有人想到说，啊，不对啊，这个要不然这个东西叫啊，这边还有那个吸孔是要干嘛的？这魔法的痕迹这么明显。啊，这边去了之后到底可以干嘛？不对，我觉得我先去四处逛一下啊。哇塞！这一段玩的好心机啊！安安，那。为什么上？啊！哦天哪，一个巫师是吗？哦，不用担心，我是好的巫师。你有拿到糖果吗？我是糖果成瘾者。事实上，那就是跟 my hands 那哈，手上这个东西就是糖果，是不是？啊，反正不要管它了。Use some candy. 打得跑，还好。哇哦，这什么？拿到了。哎，好，现在拿到那个光明光级，还是念光？啊，算了。所以我现在只要用大象把这张打坏就好了。可是我想知道这个地方上面要怎么去啊？呵呵。好慢。现在这里已经会出现虫子之类的东西啊，所以我要不太可能呢、啊？还是说这边有其他的地方是可以？哎、欸，
是其他地方可以黏过去，是不是？目前没有看到。不对。我要下去嘞。你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只是给的是蛋之类的东西？这个要怎么上去？这怎么过去？还是我可以？没有啊，这边没有任何道路是……嗯。等一下，我要确定它的路线是不是确认，然后从这边黏过去之后，它就会从这边黏过去，我就会从下面开始走。所以要走这么一长串吗？不可能吧。有要这么长吗？这一段，以一个游戏迷宫来讲的话，这会太长了一点。哎，这为什么直到这里？这边的左边没有用啊，这里的这也能去的地方很有限啊。我来到这边了，然后嘞，为什么？为什么爆了？为什么爆了？为什么会爆掉？为什么？老鼠撑爆这个，啊？不对啊，按照同样的方式弄的，好吧，他没有让我咬，算了。那就是这样过来而已啊。不可能啊。还是没有没有，这不行，不能这样子。Gosh，我那么浪费时间。
这个比我想象中还要脆弱。还是说往上会有东西？有办法啊，这个。嗯 ，Gosh， 这超远的，他不要这样子吗？啊，这边到底是要怎么样才会过去？哦，不是，现在是满满的困惑。这边又没有那种入口可以过去。没有入口啊！没入口算是不过去嘞。算了，直接跳过这一段。要不然就是这个地方会有什么东西了。这里没有东西，给你，奇怪，到底要去哪里？没，之前特价我有点没印象了。好，因为这款是比较后来的，所以它的特价，你说你硬要说有的话，可能也没有非常的特多少啦。啊，这一段是才没办法做。啊，按错。不可能啊，这边是安康宇的地方啊。除非啦，除非啊，没有，这个地方已经拿过了。啊！你他喵！还有哪边是有路？还有哪边是有路线的嘞？我现在找不到，就是比较关键的路线呢。
我找不到有意义的路线。哎，这个这样弄还是有几率的啊。啊，现在这个地方有哪个是还先要找那个点位啊？啊，这招没办法这样用。哦，不对啊，这个地方我也来过了、啊，还有哪边是没来过的嘞？又是一个毫无进展的。为什么？哦，这样去过了，因为来过了。我现在一堆地方都是我来过的地方啊。啊！为什么蝙蝠不能够往上飞啊？我现在忍不住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个，我真心觉得这个设定很超故意的。你到底是蝙蝠啊？啊，这个是那个过不去的地方。Gosh！ 啊，这边有哪边是我还真的有需要挑的嘞？这个现在真的是看不出来个所以然。哦，不对哈，反正我只要现在我已经拿到那个光级了，其他什么都无所谓了，对不对？忘记一个最重要的点，我要只是为了拿那个那一块光之石之类的东西。那二姐
好啦，别闹了。啊！哼，总算是有点印象了。我要吃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是钱吗？啊！等一下，好了。好了，哦天哪！嗯？就医生还在？喂，买那个。好了，攻击力是都那个攻击力跟速度已经最快了。接下来是这招真的是用不太到哎、欸。我发现倒退路这一招真的是很少会用到这一招。好了好了，找到了找到了，给你，好，现在就可以放置上去哈、哦，果然，好了，太棒了，这样只剩下最后一个了，没错，我们进度已经快要完成了 ，Spirit， 嗯哼。听说什么世界的终点，所以哦，他刚刚前面是讲说尽情及时行乐之类的吗 ？The High Hypnobarum 召唤了一个无法形容的可怕的生物。我想要在世界末日之前好好的尽情欢乐。什么东西 ？I could use this。啊？城堡？为什么你会拿到那个、啊、别人家城堡的地图啊？跑走。So、I can stand by and then。我不可能让那家伙去召唤那么大的一只野兽的。就再一次，我那个就再一次，我去处理这些事情之后再回来帮你完成你的那个机器。太，今天发生太多分散注意的事情了。那就保证你一定会小心。这是一天发生的事情哦，这不对吧 ？What？好啦，又要去了。好啦，又要走了。
新增新的区域。他旁边竟然还会更改那个表情欸，我之前没有看到过吗？存档。That does it. 那个大嘴巴的 Sky made me walk， 让我一个人走过来这里，这样走过来哦。好，懒得去翻这一段。哎，就他是在外面而已哦。也太黑了吧！为什么他这段？等一下，我为什么从第三楼过去？哇塞！宝箱怪。大雪，我被追踪啦！哎，真的乱跑哎、欸！好了啊啊 gosh， 但我是觉得不科学啊，可他就是这样演啊。哎、欸、哦，不是，这是爱心。我以为是能力啊！天哪！那幽灵还在啊！天哪！哦。好乱哦，这里会迷路啊！如果变成蝙蝠，他们会不会攻击我？我以为这个会有效的。
好嘞，这里是。糟糕，混乱了。这里没东西。这里是哪里？哦，糟糕！这个高度有在加强。嗯，哇，这个找到人了。为什么你想要一张海报？我跟 Paul 一个take over this castle， 接管了这间城堡。刚才包的还有任务，有任务要做啊！哈，天哪！会不会去啊？没东西啊，这我要去哪里嘞？我就先下来。我新进展了，哇！我靠！第一次吓到我，这边应该是可以变。哦，这边哦，这个不是哦。Gosh， 那这个。我不行。
这还有时效限制啊！天哪，救命！哈！啊！失败。他这个超妖兽的，哇塞！等一下。我并没有更好的手段去。啊！我打不赢他。太多啦！哇，天哪，一瞬间超多！哎，天哪！我不知道那一招到底有没有效欸。哦，这个是啊，是没有必要。Gosh！ 那我就发现我。
不赢他。我打不赢那只蜘蛛。这一只我没什么印象哎，还是其实有印象，只是我没，只是我记不起来了。我在说什么？现在就要该结束你的世界了。Behold, the creatures of unspeakable horror. No, no. 然后出现会不会就是很啊？该不会是那只章鱼吧 ？Gosh, 哈，又是你。哟，哈。I'm reached fifth boss status. 算了，我不想知道。Crown and the and the in the game in name。好，我不想知道这一段，真是太尴尬了。好。Gosh！ 麻烦死！有时候很懒的，好啦，啊，这一只是出来专门来搞笑的吧？噗！哎，怎么还有？为什么你又让它进化了啦？Gosh！ 嫩 ，Gosh！等一下，吃点东西。
好了。啊！对，现在是不是结训假啦？就是放就只是那个啦，放个18这样子而已啊，不是结训假。好了。好像看到很奇怪的周边的东西。我觉得这一仗好乱七八糟。好了，我不理解这一站在干嘛，我真的不理解这一站是想要叫我干什么，好乱七八糟的一站 ，What the hell？ 哦，那他会不会叫我？他一定会给我新的东西。我会飞了，啊，一定要飞到那个。其实还蛮麻烦，这边还蛮麻烦的。好像我在沙漠那一章就很简单多了，就用飞的飞过去好了。恭喜你！你击退了5次，你在今天一天里面就击退了5次恶魔。太夸张了吧！我必须现在，但是我现在必须找到最后一个零件，那是什么东西呢？嗯哼 ，hand crane 那是啊 ，improves。天哪！又要找东西。不然就是个那个外卖。啊天哪！各种搞笑。Around town。在这里应该有个人知道。好了，现在又要找东西了。A pink. 我看到了一个骑士在商店，在商店里面。我不是，下一次要走的就是。
要用飞的飞上去，能理解。哇，这谁啊？头怎么那么小？你 ，send for， 哦，那把刀是不是？What? Foxy Grandma 三回，这什么东西？What the hell? 就你，该不会？那帽子是他的吧？好，拿给他了，好快啊！大大，啊！我现在，哦，天哪！好了，现在美人鱼有办法那个了。好，我们现在美人鱼有办法发出攻击，我猜啦，应该是可以了。哇，打开看一下，当时设计的时候啊。这个是水精灵吗？嗯，好，是不是？哦，这个是风格在做确定的时候，好像当时这是有这么多脸，这么多表情。这边是不是有些没有出现过？对，有 这些是没出现过的。啊，这个是这个是美人鱼工厂的那一部分。等一下，有这些怪吗？这一只我没印象啊。为什么会有一种好像有看到螺旋突刺的感觉？啊，我哦，对，我没有拿到那么多。好，然后现在我要去拿，稍微有点忘记原本要干嘛，再回去问一下了。我还差一块啊！我还差一块金属啊！天哪！不对不对，The power， 你是说在？不可能吧？
啊，我不能进去这个，不就就不是要走这里，就已经不是要走这里了。我要去哪里？这里应该没有金属，我还要在哪里去找金属的物品？又要飞，我要飞去哪里啊？等一下，谁传讯息给我？好，这边去一下。哼，那只鸟超大只的，好不好？会飞，那是飞天，那是神奇宝贝。其实比比鸟啦，救命！变身错误。Yes。拿过了，这边拿过了。来，这游戏原本就这样子啊，可是你要看这游戏之前前几代是怎么个回事，它之前前几代会比较痛苦啊，初代最痛苦了，受不了。总这，如果感我不清楚，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再出到第五代了吧？再出下去，我觉得会有点矫情的感觉。好，安安。啊，不对，像我应该要去美人鱼工厂这边啊，美人鱼瀑布那边啊，不是美人鱼工厂，讲习惯了。哎，算了。我现在每个地方都要去查一下，你知道吗？哇，为什么爆掉？哦，他是我护卫啦！我发，我攻击一下，他会跟着我飞。哦，这么方便哦！而且这个头发，我不介意你们弄这种方式去攻击别人。我觉得那个脖子大概会凹到吧。以这种速度，以这种速度去甩你的发头发，你人别人是痛了，可是我也觉得你应该
你脖子也大概毁了吧？啊，这边没有地方啊。我是说真的啊，这个，哦，飞出来啊，吓我一跳！哇！好，抱歉，这地方已经弄过了。走得太嗨了，我是真的觉得会很痛了啊！等一下，这样就没东西了。All clear。我应该有地方缺啊，我哪地方缺啊？这么快？算了，顺便确认一下。啊，不是，该拿都拿。没有啊，这个是这边还有，这边还有两个没拿到啊。二三碎片，这边没有，碎片有了。怎么找一下？他这代真的改进很大，改进超级大的。哎，超用心。嘟嘟嘟嘟，这次就没办法阻挡我。那可以攻击吗？现在我要在那边四处找东西，灵草饭呢？你说的，这要干嘛 ？What？ 等一下，这边没有东西啊 ！What？ 等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是空的？这不科学啊！为什么那边是空的？不科学啊！我是要怎么过去嘞？What？ 哈？
What the hell？ 我是要是啊？那旁边有其他路吗？What the hell？ 我不理解刚刚那个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惑一下？我的天！啊！哎！哎！他喵的！啊！这样直接飞过去哦。哦，回台湾了。嗯。嘟嘟，哇塞，这个如果不这样弄，谁知道啊？好了，找到终结点了。可恶！将，他这一部分是真的蛮，因为他这个是其他关卡，我应该有讲过吧？他把应该要出现在其他关卡的部分，他把它弄成这个样子，不会显得很突兀。这是重点，不显得突兀的东西，这个很难得。我咬齿牙，不是，咬齿牙是怎样？我用牙齿咬不行吗 ？Gosh， 讲一讲都，啊，为什么是钥匙？老鼠，我不是在当那个什么魔术师，要倒把咒语倒过来讲之类的，可是讲一点屁用都没有。合理卡子。那。你现在去看他的那个角色在那边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流畅，这很难得。你会觉得他越看越觉得很这边这一部分超用心的。Yes， 终于拿到这里的东西了。啊！不能直接飞上去了。
那这边东西拿过了。等一下，啊，没什么事情。不对啊，这边本来是要干嘛的？好，好的。这边应该是可以直接，我看。飞过去啊！嘟噜嘟噜。这直接飞上去，也不知道是要干嘛。能用飞的真的是太方便了。其实这个地方是。直接到下一区块就好了。哦，这个那个真的是浅哦。啊，不要丢鱼啊！没吃到，可恶！哎，好，嗯哼。可恶！我知道那个东西在那边，可是我没有吃到，可恶啊！中弹！然后之后那边就直接到。主要是要去看还有哪边是缺的，主要是缺那个吧，碎片吧。等一下还要去算一下，还有哪些碎片是我，他要是那个零件的碎片。个东西，我靠！我没有想到会变这个。吓到我！
别吓到我。飞啦！等一下，我一个碎片，然后两个、三个了，没有，四个。先去这里一趟。像我这拿到四个。这里真的是一整个，哈。飞天啊，我飞是飞了，问题是不知道飞到哪边去啊。哦 ，Gosh， 快飞起来！哈哈哈。哦，新的能力，这什么？蝙蝠的身啊，What？ 在黑暗的区域的时候可以啊。哦，那个是啊，我印象中有个区域是可以用到那个的，问题是现在用不到。あれ？哇，你在这里啊，很久没见了。我在这啊哈，他就是简单讲，就是他很喜欢这栋城堡，就是是吗？可是对我来说有点恐怖哎。来，阿修。你看起来好像，你好像听起来好像你有点麻烦，就只是我的宠物，它好像，哦，你走失了吗？它喜欢跑来跑去，它有可能受伤了，你知道吗 ？I really wanted to have a good home for a second。嗯哼。What？ 等一下。飞不过去，那就一定是在另外一边了。他那个一定在另外一边，然后我要去想办法去把。
是？我要怎么过去那里欸？不对，这边过去我就我又要走回头路了。好，走啦。别啊！又走回来了。哇，这边需要这个地图啊！来过这里了，不对，这边走过去我就不会再回来这里了。就这里，不对，这个地方不是哦。Gosh， 这个只是一般的浅而已。它就只是，那只是浅而已。啊，忘记要飞起来。这个东西都只是浅而已啊。
不对啊，啊，这样之后还有那个东西要在哪里找？村当。到底在哪里？这个有可能，可是我瞄的我不知道哪里啊。还是说那是水底？我要从水底开始找了吗？这边不是，不是，可以找过。啊，一直在重新找东西。这样是不是代表说，其实这样是不是也代表的是？慢慢的一些东西就已经要，这其实它已经要接近尾声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Gosh， 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要找的东西。东西啊！这么懒，这也没有特别。
啊，就这样没了。哦，喵的，我这是真的没有找到东西啊！等一下，这一块有什么东西是要找的吗？它就两个场景而已啊。等一下，可这边还有两个没有找到啊。我现在缺的是碎片，然后碎片的话，这边这个已经找完了，难道要弄这个？Man Street 一定有什么鬼东西，可是那要等下一次了。那个时候我可能要先去找一下，说看到底是什么鬼，看是不是有什么鬼东西在那边。怎么可能？我都找不到嘞，太不科学了吧！要两个都找到啊，看我就要找到五个啊。对啊，那碎片应该是一定要五个，好麻烦。看看他没有提示。这个已经，这个也拿过了。好的，在小镇里面有着可以把水中的方块破坏掉的能力。他讲的一定是 bubble 的那个能力啊。我听说在工厂的最上方有个秘密，但是你必须要 找到方法爬上去。爬上去很困难的，因为我觉得到时候要找一下看最后那个视频到底在哪里，妙好像找不到。算了，今天这样子。不对，先存档好了，这存不到。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子啦。哦，找各种东西，然后那只章鱼其实出现的几率并不多，哎，它比二三代的次数比起来，它出现的次数超少，它出现当个魔王就没了。不过那魔王真的很鸟。好啦，今天先这样子啊，然后下一次吧。如果 我猜测，如果我把那个铁片那个铁的那个零件都收集完之后，大概就是直接迎接最终 BOSS 之类什么的。嗯，估计下一次会完结。好啦，今天先这样子啊，就完喽，完了你在海象，完喽。